来点掌声跟尖叫声，给我们过去这几个月，真的是快要一年的时间了，辛苦努力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们台上所有的掌声。好，大家好，那个对，刚才排场在后面感觉好像又参加婚礼，一对一对伴郎伴娘呢，这样子男女冰相，对对对对对，但也是对了，因为这个等于说是很值得，就很喜庆的一天嘛，因为我们快要播了嘛，3月3号，对，然后今天呢也是等于说聚集了很多的媒体朋友，很多的粉丝来一起见证一下。你就说新来的身教组长吧，他是新来的辅导老师张雨欣，欢迎来到好运当中。这栋大楼的检修工程，黄金炮学生的生活教育，有劳您费心了。是，长官。来这边。